这边是绿波廊，绿波廊站区的那座楼好像有名称的，叫什么楼？我们查一下。然后它这个地方原来是松韵楼，哦，松韵楼变掉了，变成这样。这个湖心亭，九曲桥，九曲桥河里面放了好多假的荷花。那这个对，这个湖滨美食楼是我们经常来的地方，它是什么？就是老松盛，嗯，是吧？原来叫湖滨美食。湖滨美食楼，嗯，南墙馒头店这个招牌很大的。南墙馒头店在这里。阳台很棒啊，能对出来多好。但现在只能放空调外机。这个湖滨美食楼的位置挺好啊。对，这位置太好了。对啊，我们坐在那儿。它和这个湖心亭你看相对的。你看说延安后来。这湖心亭还很漂亮的啊、哦。百年茶楼，沪上风情写的。Tea House 写的，英文是 Tea House。对 ，Tea House。好大照片，你知道那风景照多好吗？别让我给你看。喏、上海中心的在后面看到吗？啊，美女。这是地球上的嫦娥。这是那个湖心亭的那个入口。喏、湖心亭看到吗？关月潭也没有，对吧？也磨掉了。然后奶茶店，他现在是奶茶的干活了，就是。他在二楼。提拉米苏都有。他在画画，现在干嘛？龙井，这是最好的了，用手来感这个温度，香的不得了。应该是，龙井是我最喜欢的。龙井开价60啊。这一罐是多少？多少？50块。2.5。哦，2.5。10颗小罐。哦。这个匾很好看吗？哦，他这个手下功夫不得了。这个锅的温度大概多少啊？80度不就是泡茶的温度吗？泡茶就说是绿茶是建议80度。它底下呢已经烧着火了，应该是用木炭烧的吧？电。发现你给我电。哦，电的。它有些那个。不好意思，资料拍好吗？哦，好。这上面查过，今天早上来。这一个。湖心亭碑记。湖中。230周年的历史，是上海现存最古老的茶楼。啊。始建于乾隆49年。哦，他在把它。这冷却一下哦，把那个碎的弄掉。我想。好。我昨天过年，这车库买的上不上？上不上？这些楼是吧？这些楼已经是御园里面的楼了。好像这个方向有点失修的感觉啊。
那幢楼应该很老了吧？那幢楼。对啊，都没有修啊。嗯，都破败了。那边是城隍，是城隍庙吧？绿波廊的，这是豫园。对，那边。豫园里。豫园里面啊。哦。二。哇，这鱼好大啊！妈的，一二三，在这养了好多年了吧？哇，这么大那条鱼，你看。那叫黑鱼，它是鲤鱼是吗？锦鲤，非常好听的名字。的非常叫鲤鱼，还叫锦鲤。哇，这鱼好大。那边有个小船。哎，我没注意，那边还有个小船啊。嗯，做装饰用的。那不管上面有花灯。嗯，它不是装饰，它还上面有个小马达呢。每年到那个正月十五的时候，元宵节这边下面会有很多装饰。哎，我们原来在那边吃饭的时候看到那个上面有鸟啊，两只鹅看到吗？有两只鹅了。对，那些鸟呢？水鸟呢？对，水鸟不在。水鸟经常躲到这种里面。应该是人太多了，水鸟一下跑。两只鹅。相亲相爱一下，嗯，然后这里看过去是豫园，正好是吧？那豫园那棵树是松树吗？那黄的，水杉。然后这个洞有一棵很大的银杏，看到？对，这个洞里面看进去全是豫园里面呀、啊，这个井所谓井窗。你看，从这里可以窥见那个豫园里面，是吧？哎，我可以把我那个小象移。你看，他就照了这些东西比较难看一些啊、哦。这么多。本来这个地方那个栏杆。好了，我们又来到那个这个地方来吃饭了。两杯。好吧。你要吃其他东西吗？就吃米糊，你会饿吗？嗯，我不想。那你要吃什么呢？或者我们到其他地方吃。对呀、啊。武武斌是不是女人给过来的名字？听上去好像。有一个叫一个叫武斌，是吧？这个好。这个就叫。你这块正面块把摘了，武斌啥的。前辰光我过来到这里买这个芝麻饼。这个叫上州馍饼。上州馍饼。哎，酒店东西，酒店东西都是好像是和酒店有咖喱的不一样了，是吧？一样。我是酒店东西都赶过来，是把当地人吃。哦，好好。那个灯呢？两个手机扫一扫，你高头就舒服了，工资高。哦，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吃宁波汤团。1945年啊，宁波汤团是1945年开始的，在那个五香豆店旁边，对面是那个绿波廊的。那个绣娘丝绸那里边原来是一个叫大方照相馆。哦，我们的好多照片。哇，哎，它有楼上吗？我们去楼上看看。你们楼上有啊？楼上小吃。小吃是什么样的？和这个？这个皮也多一点，这个差不多了。哦。你要吃，我来吃脆皮奶馅的。你吃什么？你可以芝麻喽，还有什么？帮我一份鸡块肉汤团，一份团长的黑芝麻馅。来、这里好像没有了位置，有一个角落位置没有弄过，我们到里面的。啊，这是绿波廊，这下面开了一个
小卖部 Cultural Gift Shop 礼品店，它叫这里面的礼品店，里面的礼品都是仅仅可吃的礼品，就是说你也保住气 edible 礼品。那个是谁啊？那个圆圈里面坐的那个两个人，哇，四号乳鸽精，哇，就这个转角原来是大方照相馆，这里开了一排绿波浪的啥玩意儿叫？好像怎么看他做一个什么饼啊什么的，好像很厉害。好，看他的光汤包怎么做出来的。是汤喝完了吃线。那个大包子在那儿啊。要买吗？你要不买？不买。我看他那个，你看，这个面包什么？技巧啊，对呀、啊，哇哇你看、啊、哇，你看又烫，又烫、啊、又那个，看抖看抖的，大爷，放放完，这才放，看，一百零啊，原来不要，所认识的花店就这家，啊、天哪，以前其他地方没有花店的呀，砍快点，逗号。当初来玩都买了一些钱。哎，花店呢？哪有你说的花店啊？花木商店啊，你看，它只有一个牌子了已经。这里是我们另外有个门的呀。看到吧？你看一元的门的那个。这就是他现在的花木商店。原来你印象中的花木商店。对，变这样了。那还喜欢高看一下。这是一元的一个出口。往这里面走。这里有个上海印象。
这个帽子店也是一个很老的帽子店，原来在那个地方，现在搬过来了。不能超过一万三，你看看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原来宁波汤团店在这里，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玻璃橱窗里面放的那个宁波汤团的那个黑羊酥的那个馅。这个是原来的梨膏糖店，一直在这里的。这是不是梨膏糖的一个喏？梨膏糖店的那个牌子在这里。这有一棵大的银杏树，漂亮吧？哦，真的吧？真的吧？真的。哇！那大家都在这扫什么呀？这是庙。哦，这要扫一下。门票要预约的。买好票的，打开健康码，要预约吗？